大家好，我是 Paul， 周一到周五英文一起读你有没有用过 LG 的手机呢？我没有，所以当他现在宣布了退出市场的时候呢，我其实一点感觉都没有，而且多了一个韩国厂商退出市场，其实我还蛮高兴的，因为我就是没有很喜欢韩国货，也没有喜欢韩国任何东西，除了我妹夫之外。好 ，Anyway。LG 呢，他们正式宣布退出了手机市场。LG has officially quit making phones. Here is what's next. 所以这个是 Tech Radar 的一个报道。Tech Radar 是一个非常就比较知名的一种的一些高科技的的一个网站哈、就是跟你分享一些产品啊或之类的新科技。所以 Anyway, officially 就是正式的 quit， 你知道退出了 making phones， 不再做电话了，不再做手机了。那还说了。那接下来呢 ？Here's what's next。所以下面它一个小标题也给你一点 teaser。The focus will be 6G, EVs, IoT, and B2B solutions according to LG。所以根据 LG 呢，他们会 focus 在你看5G 现在都还没有完完全全的 roll out 出来，他们已经要 focus 在6G 了。听起来好像也还蛮 promising。EV 是什么？等一下来看。IoT 我大概可以直接说出来 ，Internet of Things 就是物联网，因为物啊就是东西啊。都能够连在网络上，事实上这个概念你应该早就会了啦，所以 IoT 就是 Internet of Things， OK， Internet of Things 物联网， B2B 就是商务对商务的，好，所以这个电子商务 B2B， 那你说如果是像比如说是不是阿里巴巴呀，应该是淘宝则是 B2C， 因为 是 Business to Client， 好，所以那我们现在继续看 ，LG has officially quit making phones today， 这样我应该稍微看一下这个。我们等一下会讲到的一些词，像这边这个叫做 wind down， 不是 wind down 哦，要强调一下，所以这里的发音是 wind down， 什么意思？等一下来看。那它据报啊，就是据谣传他们会退出手机市场，已经一阵子了，所以这边有个 rumor 这个字，等一下看看怎么用的。而 sector 这个字是在任何的一些新闻报道都可能出现的，尤其是像一些产业上的报道，所以 sector 其实就可以翻译成是什么什么，其实 sector 有环节的意思哦，但它也可以被翻译成是。什么产业的一些相关的什么像产业链啊或什么之类的某个 sector 这样子，那 leverage 的话被翻译成是杠杆，所以这个等一下会怎么用也可以看一下，以及这边有一个很生动的以及很常见到的动词片语就叫做 push the envelope， 等一下看一下怎么用，以及还有一个词叫做 gimmick， 还有一个这个字叫 tepidly， 什么是 tepidly？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所以我们现在就先再读一下 ，so LG has officially quit making phones today， 所以今天宣布。不再做手机了 ，according to an official press release。所以这里一个 press release 的意思也稍微写一下，就叫做新闻稿。好，所以 release 是发行出来、释放出来，所以 press release 就是公司释放出的新闻稿。所以根据一个官方新闻稿说 ，So we won't see new LG smartphones in 2021， 我们就不会在2021年看到新的 LG 的智慧型手机了。This announcement isn't going to surprise anyone in the mobile space。所以这个宣布啊，并不会来 surprise 任何在这个就是你知道手机产业里面的人。所以他直接用 mobile space 来说它。所以 won't surprise anyone in the mobile space as the news as the move has been rumored for several weeks。所以他们这一个举动。这个动作，所以他就用 move 这个名词来说，这个 move has been rumored 已经被大家谣传，所以是被谣传的概念，而且用现在完成式 has been rumored， 而且不是只有现在完成式，现在完成被动式也放在里面，因为是被谣传嘛，所以这里是 has been rumored， 我们就不讲文法了，所以好几周了已经谣传，好可怜。This means two things， 所以他非常直接切入了。这表示什么事呢？你大概就很好奇。所以第一件事情就是 ，We won't see phones like the rumored LG V70 ThinQ。其实你看讲这些型号，我根本也没概念。总之啊，我们就看不到谣传会出来的一个他们的其中一个，大概是一个应该叫什么？怎么说啊？子品牌吗？还是在其中一个系列品牌系列叫做 ThinQ？ 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play on words， 它大概还是翻译成 Think。可是它是 T H I N 加一个 Q 字，所以念起来好像应该是 Think， 可是你或许你也可以念成 ThinQ 这样子。所以 LG G10 或 LG Velvet 2， 所以反正就是一些它里面的一些各种不同的系列。As the company is closing its entire mobile business unit， 所以它把它整个啊，就是这个手机部啊都关了这样子。We probably won't see the LG Rollable， Rollable 听起来像是能够卷得起来的一种手机。Rollable, the company teased at CES 2021, and confirmed will be released in 2021. 所以反正就是
他本来有 tease 大家，就是哎，我有这个东西要出来了，就得 tease 你一下下，哦，调笑你一下。那而且 confirm 本来2021要出，现在就没有了。OK， 所以 LG 把他们这次举动称为是一个 strategic decision， 策略性的决定 to exit the incredibly competitive mobile phone sector 啊，看到 sector 这个字，所以这是一个策略性的决定来退出这个非常的 incredibly 不可思议的。的很竞争的这一个智慧型手机 的这一块这个 sector， 就是说我们中文讲说啊，我没有碰那一块，这一块我很熟。我们当然讲快，可是或许你就可以把想象，这本来是我们可能从英文借来的词，就是 sector 这个字。OK， 所以我没有碰到那个 sector， 这样好，所以他要退出这个手机这一块，这个 incredibly competitive mobile phone sector。那第二件事情 ，second， 那我们刚刚不是看到说他专注在什么事情上吗？太好了，所以看他这边怎么说的。So LG says this means it'll be free to focus resources on growth areas。所以表示呢，LG 就能够自由的 ，it'll be free， 自由的来 focus 它的 resource， 也就是资源复数的 resources， 在一些就是成长的一些领域 ，citing a whole list of sectors。所以这就是引经据典说的。一整个清单的各种不同的，又看到一次 sectors， so citing a whole list of sectors where its brand is better positioned， 所以在那些 sector 里面，它这个品牌啊，它的定位比较好，所以这个定位还真的也就用 position 这个词，就是位置，所以在其他的领域，其他的这些块里面， LG is better positioned， 它的位置比较好，好比说 electronic vehicles 啊，可能这就我刚讲的，看前面看到的 EV 了，所以就是电动车。Electronic vehicles components， 特别对不起，还有第三个字元件，所以一些那个电动车的元件，所以可能是 LG 这个做比较好，所以我也把 component 这个字留在这边，它就有元件的意思。你把它讲零件也可以啦。So electronic vehicle components, connected devices 就连线的连接的一些设备 ，smart homes 就智慧家庭 ，robotics 机器人机器方面的东西，机械方面的。Artificial intelligence AI 人工智慧 ，and business to business solution 最后这一个刚讲到了 B2B 的一些 solution， as well as platforms and services。那 platform 跟 services 可能就比较抽象一点点 ，platform 是平台以及服务这样子。那在他的这一个官方公开的 statement 里面也说了 ，LG reveals 它显示揭露出 ，it'll leverage its mobile expertise and develop。Mobility related technologies， 所以他会去杠杆他的这个 mobile expertise。你知道杠杆就是你知道那个哦，一个杠杆，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好好的解释它。总之 leverage 这个概念，所以他会去 leverage 他的 mobile expertise， 就是他的那个手机方面的专业，然后发展一些 mobility related technology， 一样就是行动上的相关上的一些科技 ，mobility related technologies， 好比说6G。OK， 因为现在大家已经有 5G phone 了，所以再看下去。So what will happen to the current LG phones？ 那你现在 LG phone 怎么办呢 ？Right？ So the good news is that if you own an LG phone or want to buy one， 你现在拥有或者你想买的话，you'll be covered， 你是 OK 的。所以 you'll be covered 就是你会被照顾到 ，you'll be covered。所以现在它的 inventory， 它的一些这个库存 ，current LG phone inventory。Will remain on sale in stores and online， 所以店里面还有卖，以及线上也会有 inventory。那它的 service support and software updates will continue for existing LG phone customers， 所以它的服务以及它的这一些软体的更新会持续存在着，只是没有新的了，就是。好 ，LG says the wind down of its mobile phone business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July 31st。这边就我刚刚讲的一个 wind down 这个动词片语。这里说的倒不是动词，对不起，这里他用的是名词，不过一样概念相同。什么是 wind down？ 所以这强调一下，这个字的发音不是 wind， 虽然说拼音拼的一模一样，都是 w i n d， 可是它的发音是 wind。wind 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转上发条的那个转法。OK， 所以你如果有一个东西需要上发条，你这个动作就是 wind。那把它 wind down 就是慢慢的让它停止转动的概念。所以 LG。这个手机部就要慢慢的把它 wind down 下来，还蛮生动的吧？所以他说他的 mobile phone 的 business 的 wind down， 所以期待是7月30号就能够完成。再念一次这个句子给你听 ：LG says the wind down of its mobile phone business
is expected to be completed by July 31st. 对，7月31号能够完成，不再有手机。OK， 今天就已经开始不做了。说真的，还是他 today 刚意思不是啊，不管了，这不管。So although you'll probably still be able to buy an LG phone after that day， 在那一天之后，你可能还是买得到，因为你知道说明市面上还有在流啊或之类的，不管了。So take a look back at five truly wild。下面这个大家不用说，反正这边它有另外一个连接，是有五个 LG 手机的一些创新，是真的很了不起的，很狂野的。然后以及为什么他们失败了，所以这个连结好像蛮有趣。不过既然它已经要成为历史，我们就不看了。然后不过我们这边有几个词，我认为一定躲不掉要看一下的，就包括有我这边有连结一些什么呢？Internet of Things 之类的。Yeah, OK, push the envelope 可以，这个我们一定要看。好，确认一下哈 ，envelope。Yeah, OK。Yeah, 事实上就下一句，对不起。所以 it was a company。That often push the envelope of smartphones. 所以啊，这里说的 LG 是一家公司，他们常常是在 push the envelope of smartphones. 他们是在推着手机的 envelope， 难道不是信封吗？的确是。可是我们这一个动词片语 push the envelope 呢，就是一直在把这个科技的疆界往外推。所以他们一直的就是把这一个科技呢往前推进。好，一直在往前走，所以在任何的科技的领域里面，我们都大概可以用这个词 ，we push the envelope， 一直的创新，好，一直把这个我们所知的、我们的开探出来的这个领域，一直往外推、往前推。So it's a company that often push the envelope of smartphones。所以这个片语用的相当的好，就好比说是 better selfie camera， 能够照的比较 selfie 照比较好的 camera， 或者 ultra wide camera， 对，特别就是超宽萤幕。OK， 在其他人有这样子之前，所以是不是 LG 先的？那其他人就 copy 它 ，others eventually copy 它这样子。Sure。然后以及还有像是 ，it didn't always go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o connect with customers， 但它并不是一直有走在对的方向来跟顾客做连接。It didn't always go in the right direction to connect with customers。Attempted innovations like modular phone， 所以一些其他的尝试。Attempted innovation， 其他的创新，像是这个 modular phone 的概念，我觉得应该就是那个，像 Google 好像也想做过嘛，就是模组化它的手机。所以模组化的概念可能就是，哦，你如果想要换个镜头，那你就换镜头；你如果想要换个机身，就换个机身；你想要换个，你要换个键盘，就、好像也没有键盘的概念，反正就大概就这样。哦，你要换想换个比较好的喇叭，你可以把喇叭换下来，模组化的直接倒回去。买另外一个不同的高档一点的，所以这样叫做 modular， OK， modular， 所以模组就是 module， module， 把这个字打给你看， module， 所以模组化了的形容词 modular， 所以 modular phones， flexible display， 所以有那个弹性的那个萤幕这样子，可能是折叠 leather back， 所以背后是那个 leather 的 leather 就是你知道动物的皮草这样子，皮革，所以皮革的那个手机背板 ，gimmicky motion sensors，gimmick 这个字，我们也是我最后要讲的一个字。这个 gimmick 就是能够吸引人的一个，反正吸引眼球的一个特殊的一个新东西，叫做 gimmick。所以你像一个东西怎样，然后你说啊，这个最吸引人目光的呢，就是这一个特色了。那这一个最吸引目光的特色，我们就叫它 gimmick。所以形容词 gimmicky， 所以它曾经有过 gimmicky 的 motion sensor， 所以这个 motion sensor 就是能够侦测你的动作的一个这个东西，所以他认为这个相当的 gimmicky。那总之也没有成功，就是没有真的吸引到大家眼球或吸引到大家的掏钱的这个动作这样子。And dual screen 双萤幕，所以这些东西。讲了刚一大堆 attempted innovations like modular phones, flexible displays, leather bags, gimmicky motion sensors, and dual screens were tepidly received. 什么叫 tepidly 呢？就是温度不太高，微温的概念。所以有另外一个词比较常看到，就是下面这个词叫做 lukewarm。lukewarm 有一只蚊子，太好了，打死了，谢谢。不好意思哦。所以 lukewarm 就是微温的。所以你喝一杯水，这个水不烫也不冷啊。The water is lukewarm。所以我们这个 lukewarm 这个词常常来描述，像你对一件事情热情度没有很够，你就可以说啊、，I'm pretty lukewarm about it。所以 tepidly received 就是被大家并没有很热情的接受，所以很遗憾，
这就是 LG 公司最后的结局了。好，我们讲到这边大概可以做结束了。我是 Paul， 非常感谢你今天的收看，我们下次见。